这样呢，把托木器上上，这阀打开，这时候呢，可以把板材放上。板材放上之后，脚踩下去。对，到压力以后它自动回转，因为到设定压力它是自动回转。哎，是压出来的。好点。比较饱满，而且呢，点比较正，这就可以。用的时间长了有可能会动，这时候呢，这个点呢不太正了，也容易偏，这时候需要调整这个下门座。